かつて大家貴族は密かに身代わりを仕立てた。その名は我首府荆州离不开三个人，名字荆州乃沛国疆土。主公，你有没有把握胜过杨仓手里的刀？还有一个就是你，只需七日连雨，水漫则胜，三合肃杀。三合肃杀，我不过是他的影子罢了，没有人会在意幼儿的死活。我在意。二人で一人の男たちと彼らの間で揺れる妻。杀了他！我要你活着回家。影武者。